来自光之天使信息2023。关于十月革命性飞跃。传导牛尔·达格。问候地球上的兄弟姐妹们，以这种方式与您神圣的存在联系始终是我的荣幸。最近涌入的更高之光非常强大，但经过几个月的强烈能量转变，我们内部和周围的事情开始趋于平稳。过去的几个月让许多对能量敏感的人感到精疲力尽，即便如此，这也是轻描淡写的说法。尽管从来没有与精神本源能量分离的情况，但我们确实经常感觉是如此。转捩点发生在9月23日的秋分前后，我们中的许多人开始感觉到自己的状态更加平衡。在这一天，一个充满活力的开放发生了，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身体、思想和情感中锚定更深层的平静，再次拥抱奇迹。当我们个人和集体经历像我们刚刚完成的那样的激烈能量循环时，我们中的许多人倾向于将自己与周围的世界隔离。这通常是一种自我保护形式，类似于毛毛虫筑茧，为其慢慢变成蝴蝶创造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当我们处于充满活力的茧中时，一切都会感到昏暗、幽闭、恐怖和脱节。因此，很自然的是，当我们处于这个过渡阶段时，我们会遇到更具挑战性的时间来联系和感受我们的真实身份和生活的真正意义。尽管处于充满活力的茧中会让我们感到孤立，但这也是最深入了解自己的绝佳时机。这是一个思考我们准备发布什么，以及我们准备创造更多内容的机会。就像毛毛虫变成蝴蝶的时候一样，现在我们也该展开自己充满活力的翅膀飞翔了。是时候活在充实而神奇的真实自我中了。宇宙的神奇一直为我们所用。我们很多人对这个奇迹非常熟悉。我们对它很熟悉，因为它是我们的核心。我们不断选择经历的所有勤奋的内在工作和治疗，都让我们能够体验更多这种奇迹。即使在感觉奇迹缺失的紧张时期，这一切都有助于将我们提升到更高的意识状态，让我们可以立即看到、感受到并充分体验奇迹。今年十月有很多神妙的智慧能量等着我们去拥抱，而这些神奇将变得更加引人注目。透过脆弱获得力量。当我们想到脆弱时，我们通常不会将其与大胆联系起来。然而，在当今世界，我们能做的最大胆、最勇敢的事情之一就是变得脆弱。脆弱性不应被误认为软弱。脆弱只是意味着我们允许自己开放并乐于接受生活。如果我们总是在自己和周围的世界之间架起盔甲，我们就会阻碍自己获得大部分的祝福。当谈到脆弱时，头脑会想到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人背叛了我，或那个人对我做了这样的事。这只是头脑试图保护自身安全的方式。要知道，这些经验并不能定义我们到底是谁。我们越早摆脱侮辱和伤害的故事和幻想，让我们全天候保持盔甲，我们就越早能够体验快乐的祝福。当然，重要的是要辨别我们容易受到谁的影响。我们不必对每个人都表现出脆弱。请记住，当有人在我们面前变得脆弱时，反之亦然，无论谁受到伤害，这都是一种特权。所以，让我们谨慎选择，让自己在谁面前变得脆弱。后来，
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可能没有太明智的辨别，那也没关系。让我们使用体验作为回馈，这根本不是一个积极的振动匹配。至少，我们尝试过。事实上，我们愿意变得脆弱，这让我们更容易接触周遭的美好事物。那么，所有这些漏洞是如何出现在世界上的呢？世界各地，曾受到旧制度压迫的人们现在正在迈出信念的一步，并站起来争取有意识的变革。他们非常脆弱，足以表达他们对和平、公平和平等的渴望。看看勇敢地表现出脆弱性，如何改变了围绕叙利亚问题的能量。那里的人们团结起来寻求和平的替代方案，这就是我们所得到的。在某些国家，胆大妄为会受到惩罚。然而，人们仍在奋起，抛开分歧，克服对脆弱的恐惧，为世界创造正面的改变。休息的时间，在经历了过去几个月的兴奋之后，我们应该有一些时间休息和宠爱自己。我们中的许多人倾向于充分参与人际关系，或参与需要大量精力和注意力的项目。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增加等量的休息，也会受益匪浅。休息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搁置我们的生活。然而，这确实意味着我们允许自己有时间简单的存在，而不是总是不得不做。我们现在有机会体验一下从紧张的能量中解脱出来的机会。这是停下来享受生活的好时机。让我们站起来，享受生活给我们的一切美好。这是我们应得的。整体聆听。除了休息之外，十月还为我们提供了增强整体倾听能力的空间。整体倾听是一种强大而有益的练习，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生活中获得更大的清晰度和平静。当我们全面倾听时，我们的反应就会减少，我们变得更加理解和不批判。当某人、某物与我们沟通时，我们会全神贯注，而不会在聆听时考虑接下来要说什么。整体倾听加强了我们与直觉的关系，最终加强了我们与精神的关系。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整体倾听的能力将会加强。您可能还会注意到，您更容易记住自己的梦，而且他们看起来更生动。您可能会注意到耳边有一阵短暂的高音调铃声。你可能会开始产生超出你通常的想法的想法。如果你有创造力，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感觉更有灵感，并且与想要透过你诞生的艺术保持一致。如果您遇到类似的情况，请知道这只是您增强整体倾听能力的结果。加强我们的直觉天赋。随着我们加强整体倾听的能力，十月将为我们提供更多发展直觉天赋的机会。发展我们天生的直觉天赋，将使我们能够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待事物。当我们发展直觉天赋时，我们也可能开始更注意到能量。这可以表现为看到人、动物和自然事物周围的光环。我们可能会注意到我们可以更多的感受和感知能量。这可能表现为身体起鸡皮疙瘩，或手、脚、颈后、脸或胃部发热。我们可能还会更注意到数字序列，例如时钟读数11:11、2:22、3:33等。这通常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周围正在发生的同步性。我们可能会在余光中注意到蓝色、粉红色、白色或金色光的能量球。
我们还可能看到火花，就像迷你流星一样。这恰好提醒我们注意那一刻周围发生的事情。通常会有一条讯息或确认讯息试图自行揭露。我们与直觉联系并聆听直觉的能力将变得更加容易。我们也可能注意到新的或旧的渴望的觉醒，以了解更多有关治疗和能量疗法的知识。我们可能会更明显地注意到帮助和支持他人的愿望。所有这些天赋，以及更多的天赋，都已经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有些时间周期更有利于帮助我们发展这些天赋，本月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如果您感兴趣的课程、新书、小组或个人实践，这将是让自己沉浸其中的绝佳时机。总体而言，十月将比过去几个月更加温和，为我们充电的机会。一如既往，一定要好好培养自我护理，照顾好自己。我们都在一起，直到下一次，奇迹般的属于你。亲爱的家人们，请知道，我永远与你同在，在你之内。光之天使的祝福。谢谢收听。感恩祝福。